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今天我用黄瓜做一个凉粉，把黄瓜削一下皮，加入一碗清水，把黄瓜皮榨成汁，过滤一下，黄瓜汁看着一种清凉的感觉。准备一碗淀粉，这是做凉粉最好的食材，豌豆粉，加入黄瓜汁，边倒边搅，调成牛奶状的稀糊就可以了。用同样的碗，锅内加入五碗水，大火烧开，烧开之后转小火，将稀糊缓慢的倒入锅中，边倒边搅。冒这种小泡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。准备一个容器，底部和边缘都刷上油，给它放在碗里冷却两个小时。先准备一点蒜汁、生抽、蚝油、香油、辣椒油，一勺老干妈酱，最后加入一些凉白开水，这个蒜汁就调好了。把凉粉收成丝，切成片都可以。